由台湾团队赫米兔娱乐耗时多年开发，最近在 Steam 抢先体验上架的《迷雾国度传承》是一款结合回合制以及棋盘式战略要素的角色扮演游戏。玩家的战斗将会在由方块组成的棋盘世界中展开，策划一场场与敌人或是迷雾怪兽的战争。每回合玩家将有少量的 AP 值可以进行动作，从走位、放招到服用补给品等，全都依赖 AP 点数。场地配置、敌人种类以及地形都将左右玩家的战局。而与其他战棋游戏不同的特色，就是可以借由特定技能和道具，像是在我的世界那样堆叠方块。有些技能还可以连同敌人打穿地面部分改变地形，善加利用这些要素，整个战略将会有不同的变化哦。玩家旗下的二十多名英雄培养到一定阶段，能够透过转职证进行职业二转，取得额外技能。升级时得到的技能点数，如果点得不满意，还能够随时重置点数，所以可以多多尝试各种不同的技能组合哦。目前的抢先体验版已经可以玩到大部分七个主要章节，约40个小时的游戏内容。制作团队也表示，未来还会继续调整下去，让游戏更加完善。